还是反手位的对抗，谁能够先用一个球？啊，强调的就是反手能够多打几板，呢，哦，一个控球，哦，顺的。好，这个发球，好，平野美宇发球，急上球对抗了，这个发球，一个，好偏右，好偏正手抢攻，这非常大的压力，好偏右短球。有的反手的力道蛮积极的哈，所以你往正拍打不见得。所以说影响了注意力。杀高球，好，好，球拍的中心点，好，第一个发球，好，抢攻，好。短球，哇，太长了。对，短球。那昨天呢，日本没抗压，哦，他压力是在下一波的作用。对，偏右短球，哦，进攻的力道。轮到中国发球，好，短球还是摆短，好，短球一个反手起，布兰线的长球，好球，长球漂亮。插网，反手起，漂亮，好救球，好，哦，看这个眼神应该是招式，来做一个接发球，短球，哇，发短球，哇，这个球注意力呢。